别人可以不知道，我的粉丝一定要懂得的技巧。颜色即使一样，也可以搭配。一深一浅，墙面浅，柜子深，颜色一样，但有缓和的深浅过渡，能搭配出细腻感。二，墙面的光洁，地毯的簇绒绵感，颜色一样，质感不同，呈现丰富的表现力。三，素色的床，花纹的地毯，一个有花，一个没花，肌理的反差也能搭出层次。四，沙发的直线造型，餐椅的曲线造型，一曲一直搭出巧思。以后再有人跟你说颜色一样不能配，会寡淡，你可以怼他了。